啊，还有羊羔，它没腊肠啊。好可爱哦。脾气不好吗？是吗？啊，好可爱哦，我没有手可以转前面，可恶。这样子，三杯很棒。好可爱哦，走路的脚，小脚脚。好，谢谢路过。哎，有一个人长得好像鸟屎，帮忙拍照。这位，这位，谢谢。爱心有什么好争的啊？是说他妈妈跟路过爱心，我总是特别容易忘记给。有啦，他妈妈，我刚刚有给你爱心，那不算吗？是吗？哈哈，妈妈，路过。好啦，晚上该去百货公司了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冰淇淋不在百货公司里面吧？好像派阿斯安吃晚餐的，加油！要吃的快去，我现在要来吃了。你们可以现在去买，或者是我在等位的时候去买，然后等一下一起吃。他们的东西。春水堂的珍珠奶茶，不得不说拍起来真的让人家很想喝哎。这个好帅哦，还有一只虾子出来。对啊。哇，又坏掉了，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充个电。是因不可能是因为没电吧？我穿这样像仙女，让我平常。特别穿油打扮的都不像仙女，坏掉了啦！等一下啦，天气真的很难弄哎、欸。稳定器这种东西就像小孩一样，一个不小心脾气就不好，说不爽就不爽。其实我刚刚拿的那一颗，我以为是石头，结果是土哎、欸！我整个手都是土。台中的泡芙，哎、欸，我的观众叫泡芙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我选取的不错，以后台中的，哎、欸，我们的观众叫泡芙，台中的泡芙，还有台北的泡芙。我不知道取这个好像有点白痴哎、欸，算了，你们还是正常一点好了。等一下就说。五谷粉都叫泡粉、泡芙什么的，超土的。不要，好像有点土哎、欸。我不好意思把你们叫的那么土。好像北七。那个美食街不知道在哪。右肩下面有，右肩下面。哪里？右肩。右肩下脏东西是一毛吗？我没有一毛哎、欸。这是啥？印照片。印照片的、欸。可是我没有照片可以印。50块，100块，好像50块有印一张，50块，哎、欸，我蛮想印的、欸。不信什么？不信？我没有去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去过大甲。大甲好玩吗？我有想要去大甲镇南宫，但好像还蛮小。啊，登录 IG 账号是吗？我拍前面好像照得比较清楚。大家记得追随 LINFUFU。哎，我账号多少啊？哎，第一个就是了哎、欸！哇，好猛哦、喔！澳万大看网路吧，网路好不好啊？那时候跟同事去澳万大好像蛮无聊的。
看，我们来看叫福福的正不正？哎，都蛮正的哎，福福令。然后我的小账号，我的小账号，那个没有在用了，不要去搜哦，不要去搜。哇，好帅哦！哇塞！等一下，我们拿远一点，你们才看得清楚。哪一张？不是，那账号是以前的创没有在用。是谁啊？装可爱耶！天哪，我受不了啊！我们一样照我们喜若天衣的好了，都印神经哦，没那么多钱啊，一张好像50块、100块，这可以印出来抽耶，有人要吗？不过若天衣的我好像有印这张好了。这张跟北七一样，这张我发文之后觉得后悔。好啦，这张好了，大家赶快去追随，刚知道怎么搜寻的啦，就这张啦，就这张，哎，到了，这张好了，一张50块哦。背景我是觉得最普通的应该是最好看的，在哪里？其实你真的很漂亮，我喜欢你，太太，我喜欢你，这张好了啦，这张看起来好爽。那你们收到就感觉你们会很开心。50块，我先投钱吧，我拿个钱。有 A 加的那一张，要 A 加的那一张 ，A 加粉不要来乱啊！我们这边补不台哦，你这个 A 加粉，可恶。那 A 加有肖像权啊，他如果要卖的话，我要收100块，我收100块就好了。500块，看，500块，等一下你。你给我10张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就算抖500，我还是印一张给你啊。不过这张就。不行了，我们要拿来抽了，你不能这样子哦，差点被你给骗了。等一下钱怎么塞不进去啊？哎呦，印出来多大张？我不知道，我要印印看。我现在第一次来，看这假钱哦，奇掰耶！哎呦，我怎么一直骂脏话啦？好讨厌这样的自己，好讨厌这样的自己。他一定要100块吗？啊，他一定要500块吗？等一下，谢谢路过，谢谢你的500块，好。我换一张了，盖放不进去啊，插不进去。我怕我的手被吸进去。要按裂印啊！要按裂印？没有啊。我换一张了，真的。我好像快没了。好啦，500块，他应该不会吃钱吧？我剩好像剩最后一张。他应该会找吧，他坏掉了吧？他又没有熨斗，我怎么把它弄平？这样够平了吧？